清偿人本局受理申请一案；二、私有文化资产之本人本局受理申请一案；三、私有文化资产清偿人本局受理申请两案。三、本案经核派由米富国委员、李旭良委员、詹天权委员、刘淑英委员及薛晴委员组成专案小组，2010年2月3日召开补助第一阶段第三梯次审查会议，会议记录请委员详述建议。为利文化资产保存及修复及再利用，有关补助案审查系具备修复及再利用计划、管理维护计划者优先补助。建议核定分配结果说明如下：一、公有文化资产经常门聚落建筑群政治化南政治大学化南新村修复及再利用计划，经核定总经费为新台币480万元，本局补助额度25%，以新台币120万元为上限。二、私有文化资产之本门，直辖市定古迹、一方居右稍间局部墙体及屋顶及抢修计划，经核定总经费为新台币180万元。考量所有权人经费筹措困难，本局补助额度提高至100%，以新台币180万元为上限。三、私有文化资产经常门，一、直辖市定古迹内湖郭氏古宅修复及再利用计划，经核定总经费为新台币80万元。本局补助额度100%，以新台币64万元为上限。二、直辖市定古迹蒙甲祝顺将军庙敬德宫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补遗，经核定总经费为新台币60万元，本局补助额度100%，以新台币60万元为上限。四、综上，公有文化资产补助经常门核定补助案一案，私有文化资产补助资本门核定补助一案，私有文化资产补助经常门核定补助两案。五、考量年度预算执行之效应，凡经核定之补助案，应于签订行政补助经费行政契约后，方得办理发包作业。补助案执行期间，本局将不定时派员查核及指导监督。补助案如应过至2010年5月31日止，仍无权责发生，完成发包签约，原核定补助之经费，本局得视期间轻重，撤销废止，或纳入后续年度评估办理。乙办，您请同意备查前述核定补助结果，补助分配结果将公布于本局网站上。好，谢谢。对了，那报告有没有要？我刚刚好像第一，私有文化古迹内湖郭氏古宅的，好像跟念一层，然后有点口误，分区分区补助额度为80%。本局补助额度80%，新台币64万以上。那有好，那如果没有其他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报案是不是就依我们六单位拟办的方向开始办？好，我们下一案。审议案一，万华区和金逸和行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审议案一，万华区金逸和行文资价值审议。案由万华区金逸和行文资价值审议案提请审议，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条、18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情形一：本案监护所有权人于2009年11月30日向本局申请文化资产保存，本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条、18条启动文资价值审查程序，详附件一第四页。本案地址为万华区康定路279号、281号，坐落土地为万华段二小段752-1、752-2、752-3、754-755、756号，建物为同小段305-1864件号。所有权人向本局申请万华段二小段755号暂不纳入保存范围，因土地产权尚未办理继承登记，如指定为本案保存范围，将造成无法取得755号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影响修复。自产权列色管理期间到期，所有权人于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时购入，再予以纳入本案保存范围。四、本局于2010年1月12日邀集李前南委员、召集人张春正委员、王维洲委员、王慧君委员、薛晴委员请假，召开万华区金逸和行康定路279-281号文资价值审查
专案小组会刊，会刊结论，经委员综合讨论，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指定为古迹。会诊文化资产评估报告，续送台北市政府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考古遗址史迹及文化景观审议会审议，详附件二第五至十页。五、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建物为台北市少见的三开间洋楼、洋式楼房，兼有商业、办公及住家、休闲等功能。建物格局、材料、设计技巧皆有很高水准。二、金银行为蒙甲地区建物，附近市区于日治时期发展进行都市计市区计划。建物位于蒙甲车站北方的新富町，见证1920-1930年代台北市市区发展。三、金银行由贩卖煤油灯、进口金属零件制作，到合并其他玻璃工厂，成为万华地区最重要的玻璃行。后来又以化工厂生产陶瓷、食品、油漆等各种产品，是台湾产业发展之代表性。四、内部保留原有公妈厅、办公室等，原来的大门一保留到内部，可看出日治时期商住建筑之特色。五、建物立面完整，各项装修精致细致，为临近都市重要景观，具都市价值。三、其他补充资料：一、2019年1月12日专案小组会刊照片，详附件三第11至15页。二、文化资产保存评估报告，详附件四第14至20页。地级图、建物照片。文化资产评估报告一、基本资料：位置万华区康定路279号、281号。二、坐落土地及面积：万华段二小段757、757-1、758、758-1、752-1、752、753、754、756号。建号及建物面积：万华段二小段350-1864建号。创建年期：右侧三开间，西元1927年；左侧单开间，西元1936年。建物所有人：建物私有，定着土地私有，土地使用分区，第三种商业区。所有权人保存意愿，愿意保留。价值分析：本局于2010年1月12日召开文化专案小组现场勘查，结论经出席委员一致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委员意见。拟办，拟请同意指定万华区金义和行为直辖市定古迹。一、名称金义和行；二、种类店屋；三、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万华区康定路279-281号；四、古迹及其定着土地范围及面积及地号。古迹本体为万华区康定路279-281号建筑本体，建物为万华区万华段二小段350，建物总面积1220.27平方公尺，1864建号，建物总面积1394平方公尺，建筑物坐落土地为万华段二小段757-463平方公尺，757-1/24平方公尺，757-2/80平方公尺，758-61平方公尺，758-1/4平方公尺，752-1/14平方公尺，752-23平方公尺，753-12平方公尺，754-13平方公尺，756-11平方公尺，地号等十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范围示意图详附件五第21页。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金义和行为日治时期陈氏家族所创立之家族事业所在地，经历不同时期整并，经营油灯、玻璃、瓷器、味素等民生工业，后期再发展化工、塑胶等事业，为近代综合商行的代表案例。二、建物于1927年创建，为三开间洋楼楼房，第四落为1936年增建，立面砌砖贴附不同花色马赛克砖，内部保留公妈厅、办公室及原有大门，后方设一花园，有水井、假山，建物像现况保存完好，各项装修精致，具建物及艺术价值。三、建物位于万华车站对面，具有地标型都市景观之意义。四、符合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二、三款指定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这个独居室的全人，所有人还来蛮多人的。还有，建筑师，还有里长、封锁，那是不是依序？是不是有？所有人，还是建筑师这边要代表？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哈。刚本案的这个文字价值，其实大概作为文化局这边也有报告过的哈。那我这边其实简单报告一下它的整个保存过程。其实我们事务所刚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开发案，大概在前年接了这个案子哈。包括图说跟模型，其实各位看到的现在这个其实都已经是设计好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家族一直因为家族已经到第五代了，那今天二三四代都有出席，那家族对保存跟开发就很犹豫。那在有初步共识以后，那文化局这一边得到了这个讯息以后，就在文资平台马上进入启动这个平台开始辅导。那经过邱老师跟郭琼明老师到现场，那给家族一些信心，后来又到那个专案小组的这个会刊，就给了这个很多正面的这个意见，让家族有信心来进行这个保存。因为十几年前，曾经就是有人跟家族说这个房子没有保存价值，其实这个房子其实是很有保存价值。那我觉得能够走到委员会这边，那要感谢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跟各委员的协助。好，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建筑师，那参与整个案子，然后把这个过程做一个说明，谢谢。那里长也有到，就是有，里长有没有要给我指教？我对陈氏家族他们在地方上做人都非常好，都好人好事的，到处捐款做什么都做了很多。我这个房子我进去很多趟。那我个人也认为这个地方，因为万华车站既然都拆除了，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最代表性的建筑物了，所以我们希望城市都做成那个历史古迹哈，来用，对地方最有好处。谢谢。谢谢。封锁有没有人，或者是所有人有没有要来补充？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我代表这个我们全家。对这一次的经历的话，就是一样，的付出，最最高的敬意与感恩。这个房子呢，是我父亲所建立的，我算是第二代。我们第二代有九个兄弟姐妹，和两个姐姐，两个姐姐跟七个兄弟。那当然，我们两个姐姐出嫁就搬出去了。那七个兄弟里面有两个，一个是到日本留学，有一个到美国留学，就留在美国。那其他五位呢，我们还是一直留在这个房子里面过活。到我们第三代已经有二十七八岁，所以也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等到这个第三代的人都长大成年结婚，我们在这个容积是容不下，所以才各自搬出去。可是我们留下来的第二代五房还是一直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至少有五十年，甚至我大哥101岁过世，他到那个过世以前也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至少80年以上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key点，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个房子好好的整理一下，保留它的原状，来做一个永久的保存。假如能够再加一些社教设施在里面，希望能够以后就成为万华区的一个指标。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个结果。谢谢各位。好，谢谢。接下来是各位老师委员有没有针对这个案子有要补充的？哎，赵老师，看上赵委员。
今天看到这个案子，我实在是很高兴，因为那我知道金义和除了他这栋房子留下来之外，金义和1933年创立金义和陶器工厂，他可以说，是在19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一个陶器工厂。那这个工厂呢，等于特别是一手承继了本市北投烧大焚烧的技艺的人员跟这个文化传统。那所以刚才提到的未来的展示教育，我会就想请教一下，不知道陈家是不是还留下来这方面的一些记录，因为这个其实对本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文化传统啊，它的文化资产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面其实的重要性相当的高。那我就想知道说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录，或是什么样能够未来作为活化利用的一个发展方向。谢谢。那个有一些刚刚讲的很多记录都有，那甚至于说那个有一本口述历史是没有出版，就他们内部，那有一些像瓷器啊这些都有保留下，就当时工厂不同阶段生产的这个瓷器都有保留下来，所以未来应该是有很多家族史、产业史的这个资料可以展出。好，感谢，要不要郭老师来？我想到了那个赵委员哈，其实他是里面当初在两边跟日本去做这个陶瓷跟玻璃的时候，引进很多色料。那我们上次去看，它还整排都有 original 都是这样存在，所以我想那些从文物啦，或者是产业历史的在整理，我觉得非常关键。那第二个是它后面的一个讲山的那个 landscape， 其实都不输现在迪化街那些大的那个格局。那第三个是这个基地哦，刚好面对整个万华车站的广场。所以等于是说，如果从广场出来，看到那些新的那个 hotel 那几片，这整个广场等于它的焦点。好，那如果看原来那个女建筑师的那个模型啊，如果改建以后，那真的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在都市设计、都市景观跟风貌上面愿意这样做，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正面也佩服啊。尤其是这么多代、这么多家族，非常不容易。以上。这个文化局报告，大概跟老师报告这个案子哦，大概第一个要特别感谢，家属哦非常支持整合起来，但背后要谢谢邱老师，就是我们这个辅导平台的团队，哦，在几次的整合意见以后，才会这么顺利，所以今天大概也会跟委员报告刚才问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如果能够取得身份，会列入我们那个平台辅导的重大案件，大概几个专案之一，也希望这个资料在取得身份以后尽速能够整理，整个流程都会请辅导团队来继续。好，谢谢。李老师，应该是四开间，第四那个最右边，那个1936。第二页那个告诉我们一下，从那个照片里面，这应该是四开间，不是第四落。对，那个是应该是底部啦，那个是四开间。所以应该是四开间。对，四开间。四开间杨氏楼房。对。啊，那个最左最图照片的最右边那个是两层楼嘛？对，1936年这边。这样比较正确哈。
所以对照21页那张地基啊，我也没看得很懂啊。所以那个正面应该是面对康定路。康定路，因为那张地基图右下角那边写康定路2，不晓得这种2。啊，是，所以我们的正面应该是这张地基图的左边、右边、前面、下面、左下的啊地基图啊。那张图面看不太懂哎。因为这里面有个755D号，为什么缺一个755D号？它这个有没有影响大局还是怎么样？不晓得。要跟老师这个各个了解一下的话，再请讲。我刚才说的，康定路是在左边，好，那它对最南边那一个是巷道，好，那755这是现在是空地，755是空地，对，它现在是一个空地。对，就是说，我跟老师说明一下啊，我说这边是康定路，这边是康定路，那这个是巷子，对，这个康定路，那万华车站在这一边。那这是一条巷子，那整个建筑物的范围是到这一边，那土地所有权的范围是到涵盖到这一边，那目前这一边是一个空地，好，那这个755D号因为是当年没有过户好，所以这边变成一个未办理继承登记土地，那未办理继承登记土地在103年。地政局开始列管，要列管15年，没有人主张继承的时候，就会变成国有财产权拍卖。所以现在离可以拍卖的时间还有8年，所以在上次会刊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委员报告说，这一笔暂时可不可以不要纳进来？因为未来纳进来以后，他公开标售的时候，因为一定要公开标售。那所有权人取得以后，再来增加把这个755D号列进去，因为目前这一块还是保有人可以随时来继承的权利，所以为了修复再利用的后续一些事情嘛，是不是在这一次就把755先列进嘛？而且它是一个小空地，啊，这一排现况是一个小空地。因为当时开辟这个巷子的时候，拆掉很多房子，所以它变成一点点，变成一个空地。那我就先针对林老师的问题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还是想可以跟我们报告第12页那个有一点相关的跳下来的那个图来说明一下啊。对，对，那更清楚。然后到后面是到哪个空地？整个那可以给我那个刚那个12页的，就那个通照图。通照图的那个。如果从通照图这一张来看哈，刚就是这一个755D号就在这一边，对，就在这一边，这空地就是这一块空地。那未来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要做绿化的一个处理，好，就配合整个修复再利用这边做。绿化的处理。那对整个是到后面是我们的那个只有到是到界限后面是到哪一块？到这边。到那个。对，到这边整个都是。嗯、对。好，那其他老师针对这个有要提问？如果没有，我们是就来投票。
共有17个。